您不是专程来看慕容大人的吗？闭嘴！本王这不是看着呢吗？皇上不过去吗？蠢东西！阿离怎么看都像是一幅画。哎，你说，本王当初为什么没有好好跟太傅学学丹青呢？可惜了，可惜了。皇上就这么看着有意思吗？有意思没意思？多有意思啊！跟阿离一比，本王终究是个凡夫俗子啊。王上说的是。你还是少说话，好好服侍便是。大人不请王上进来坐坐吗？请进来吧。嗯。王上，慕容大人请您过去。不用跟了，下去。是是是。阿离在做什么呢？回王上，慕容大人正在整理与天书的货物清单。这点小事都要阿离自己去做？你们兰台没有人了吗？都吃白饭的。慕容大人没有吩咐旁人去做。滚。是。阿离为什么不多出去走动走动啊？这里就很好。阿离总是闷闷不乐的，你想要什么告诉本王，本王通通给你拿来。我若是想要天上的月亮呢？那本王命人在宫里建个高台。我只是说笑罢了，王上不必当真。阿离，你笑笑我。本王见你笑的次数，一个手都数得过来。阿离有心事，笑得一点都不认真。不是每个人都能像王上这样活着。那你觉得本王这样好吗？很好。在本王的宫里，阿离也可以这样啊。嗯，王上。什么事？太傅说有要事请王上过目。放下吧。哎，嗯，阿离，你看本王的凡间事也来了。本王看见这些奏折就头疼。阿离，你顺道替本王给批了吧。